好听吗？好听啊！再一次谢谢我们市长哈。哎呦，市长，市长，旁边远的比他还紧张，韩国瑜终于回神了。市长，市长。好听吗？不知道是听新住民孩子演奏听得太入迷，还是太累了。这眼皮真的好不争气，努力一眨眼，但现场音乐有如催眠曲，这眼皮拼命往下沉。市长，你累了吗？还因此喊卡夜宿新住民家的计划，回家睡饱了，隔天拜庙行程。我用火柴水的电瓶擦屁股。参拜时又分心了，看来精神还没恢复。不过一走出庙，看到乡亲的热情，似乎为失去元气的韩国瑜灌了强心针。现场支持者喊得好开心，韩国瑜不好打断，要帮人员越讲越起劲，说好的平日拼市政，假日选总统呢？今天精神就不好，听到咱的总统参选人。我看他叫总统大赢啦，哦，大家画一个韩国图，哦，啊，总参选总统叫选什么？韩国瑜。平日的市政行程却成了一场选总统造势会，韩国瑜身兼市长和总统参选人身份，想切割都难，拼命跑行程也落得体力 hold 不住的场面频频上演。三立新闻胡诗音赖碧香高雄报道。